这个萌新啊，这个沙发给萌新抢到了啊，但是这个萌新是谁我也不知道，你改个名字吧。今天这个比赛非常的激烈精彩啊，紧张激烈。那个大家先这样把我的直播分享一下好吧，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啊，给大家直播。你好啊，今天是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的意义很重大，关键不是说输赢你知道吧，啊，关键是很重要的一点，就像我今天的标题一样啊，我们找到了进攻的钥匙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火攻头头也会进攻了啊，这个特别是在我们的队长浩克不在的情况下，在我们失去了吴磊的情况下，我们学会了进攻啊，这个要这一点要给我们那个球员点赞的啊，这是要比胜利更重要的，对。啊，今天我们小蒋说今天下雨帮了上港，等一下我们也要说一说这场大雨吧。确实我们看到，上半场结束以后，中场休息都下了一场很大很大的暴雨，啊，但是你别忘记，我们同时还换了两个人啊，一下子换两个人，这才是扭转战局的关键，啊，下雨只是一个次要因素，对吧？下雨只是一个次要因素，关键我们的腰硬了，换了艾哈，另外呢，我们啊前锋换了李胜龙啊，这个两个进攻点。都是非常重要的。佩雷拉调整满分啊，我们十年磨一剑啊，这个兄弟，大家先把这个直播转发一下啊，转发一下，来转发一下。等一下，我拿个手机。有习惯呀。哎呦，翔哥呢？翔哥去拿一瓶水，实在太口渴了，太口渴了。我那个今天也非常的开心啊，今天非常开心。那个感觉那个扬眉吐气啊，扬眉吐气，一扫阴霾。啊，之前那个叫所谓的叫四平路对吧？啊，四平路，今天我们有的球迷开玩笑啊，从四平路坐地铁坐到五角场，十号线从四平路坐到五角场，之前是四连平，啊，然后一下子进了五个啊，变成五角场了啊，一站路啊，两站路吧，四平路中间应该还有一个同济大学站，是吧？啊，吃播嘛，肯定吃播了呀！我们看台上有十几个兄弟吃播了，一人坑我200金币，呵呵，一人我奖励200金币，这样的话，就几千金币就没了啊！啊，火攻头陀，武功不能常用，这个兄弟说午饭，啊，不是关键，我觉得火攻头陀是需要的，关键火攻头陀你要也要会反击啊，你要会攻击啊，你不能老是把手捂在脸上，对不对？今天是找到了进攻的钥匙，你看我们的阿瑙托维奇啊，一个助攻一个进球，今天的那个艾哈迈多夫一个助攻一个进球，今天的蔡慧康一个助攻一个进球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奥斯卡也有助攻啊，然后给阿哈迈多夫的助攻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场比赛很关键的就是我们找到了进攻的钥匙，对不对？啊，特别是在吴磊离队，在浩克不在场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展示了很强大的攻击力啊，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你火攻头陀没错，但是你如果不会进攻，那这个也赢不了，老是肯定是只有平局了，对不对？你要学会进攻，会防守还要会进攻，你不能老是0比0 1比1啊。今天我觉得很好的解决了进攻和防守这个两个问题，对吧？防守做到位，那么当然今天上半场有一个丢球，我觉得也很明显啊，这个丢球就是利用瓦格纳的这个高点，人家就很简单的啊，就是利用瓦格纳的高点帮进去了，我们因为后卫身高也没他高，根本抢不过人家，对吧？这个是没办法的，人家是利用身高。那么下一场如果足协杯的话，很有可能
又会遇到这个问题啊，对方的双高战术，佩莱、费莱尼，那么我们怎么应对这两个高点？这也是要想想办法啊。那么李小鹏他唯一的这个能力就是打双高啊，那么要把他这个唯一的这个战术要破掉，怎么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其他人根本没有办法防守啊，对攻啊，对攻的话，那么你这个进攻就是要靠今天的这个进攻的这个战术。我觉得今天阿瑙托维奇很显然找到了进球的感觉，也找到了和队友怎么配合的感觉。当浩克不在场的时候，他知道，哎，把球怎么分配，合理的分配给我们前场的其他球员，给他们做球。我觉得他在前场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串联的作用。他倒不是一个自己去进球啊，我们不希望看到阿瑙进很多球，但是我们希望看到阿瑙的助攻，希望看到他在前场和奥斯卡形成的这种双核啊，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如果在前场能够形成阿瑙和奥斯卡的双核，再加上如果浩克能够回归的话，那我们这个前场的攻击力，我相信普赫也抵挡不住啊，普赫也抵挡不住。哎，今天菜包子厉害啊！今天菜包子，因为前几场大家可能也是对他批评很多，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蔡慧康，他不仅在防守上面多次的抢断，多次的滑铲啊，多次的拦截，并且在进攻上面居然后插上进球，哎，这个是非常非常啊，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大家都说可能他状态在下滑啊，或者是没有展示出他的能力，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完全蔡慧康给我给他至少打80分啊。蔡慧康这个整场的比赛确实很好啊，两个后腰的连线，对的啊，非常好啊。李森龙的表现就不用说了吧，今天这个表现，呵呵，前场积极的拼抢，然后进球也有了啊，什么都有了。我觉得作为一个前锋，国内的前锋，作为吴磊的师弟啊，我觉得他已经做到了他应该做的啊，在球场上展现了自我 ，never give up。我觉得我们球员需要的是这种拼搏精神，特别是93、94的这些接班人吧，上港队，我应该给这批孩子说成是上港队的接班人，包括贺冠啊，包括林创意啊，他们上港队的接班人。另外我觉得今天那个中卫的调整也非常好，没有上魏振，而用了这个贺冠、石科和于海这个组合，我觉得这个组合也更成熟啊，更成熟。另外呢，就是就是到最后我记得是用傅欢，对吧，傅欢换下了那个阿瑙托维奇，阿瑙托维奇好像有点抽筋啊，他这个体能显然还没有恢复到巅峰的状态，他有点抽筋，那么希望他能够应该是没有大问题吧，对吧，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啊。大家稍等一下，我拿个线。今天全队表现的都很好啊，没上时刻，是吧？那我可能看错了，因为我也三哥等一下，三哥他马上就过来，因为他在南京啊，可能陪小孩吧，所以我刚刚给他打电话，他的那个边上也很吵闹啊，然后那个大家稍等片刻，他马上就会来，我先跟大家聊聊。魏振打了魏振不好意思，那我看错了，不好意思啊，魏振打了全场。三哥马上来啊，等一下我跟三哥连线，因为他是在南京，我看看他来了没有，还没来，因为他现在刚刚我给他打电话，他应该是在外面，他还要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我先把这个直播开起来嘛，因为很多球迷都比赛一结束啊，马上就等着我们的直播，也很急，所以我们赶紧第一步把这个直播开起来，然后呢，等他来跟我们连线啊。今天很多球迷现场
我们很多球迷都觉得这个球踢得很爽啊，一口恶气。赛前我跟我们群里面的那个兄弟们也说了啊，我说今天啊碰到泰达这个球队啊，天津泰达，我们要把它当出气，要它出气啊。果然今天是把它当成了一个出气筒啊，确实是出了一口恶气啊，就是积累了四场比赛的连平吧，把这恶气就出在了他的头上啊。嗯，啊，我觉得每个年轻球员，大家都要给他们机会，包括魏正，包括张卫，啊，包括李胜龙，对吧？包括傅欢，今天后来也上去了，这些年轻球员必须要给他们机会成长。我们如果说年轻球员一旦发生什么失误、错误，我们就把他们喷得体无完肤，然后不给他们任何机会的话，那我要告诉大家，那么就没有今天的严俊凌了，因为当年严俊凌也是黄油手，就没有今天的吴磊了，因为吴磊当年也是怎么踢都踢不进，单刀球打不进，对吧？那么也就没有今天的王胜超了。好，三哥来了啊，对，我跟三哥连线，也就没有今天的王胜超了，王胜超也是停球停不好，是吧？三哥你好，他穿了一件法国队的对，法国队的球衣。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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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法国国歌要唱起来了啊！我穿法国队的球衣呢，也是有一点含义在里面啊。哎呦，这个衣服还有含义的。我们这里很多球迷说蓝皮来了，这不得干。这是法国队的队这个绝对是很珍贵的球衣啊，世界冠军，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我今天没在上海，所以说、这个、对对对，在南京所以穿什么颜色的没所谓，对不对？如果我在八百零的话，那是今天三哥没来那是没有任何理由去穿法国队的球衣对，虽然我也很喜欢法国队，但是我觉得法国队这个踢法也是很先进的，三哥他们能够拿到这个世界冠军，我觉得他们这个确实这个打法，等一下，我这里跟他老白皮皮我微博上回你了，你看到没有啊？今天三哥赛前又发微博了是吧？没有今天没发今天没发，这两场都没有发，因为第一个呢也比较忙，第二个呢，然后呢，我觉得呢，就是说，好像去预测这两场比赛，好像意义不是很大了，因为这跟我之前我们直播时我自己说过的话有点冲突，对吧？结果不重要，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过程很重要。对，对。而且今天的比赛印证了我们上一场做节目的时候讲到的，就是说。要把这个进攻啊要打出来，磨好，这是今天比赛的看点。上一次直播的时候我特意是说过，就是后面的比赛一定要抓紧时间，要打出一个经由阿瑙托维奇由他从他这边过渡的这样的一个进攻套路。那对的确也是这么做的，对吧？对，如果今天的比赛大家也看到了，就的的确确佩雷拉是脑子就是在往这个方向去想，因为这可能也是上港队后面的可能未来那个两三年里面唯一的一种套路，就是说你的攻击不管你是走边也好走中也好，你必定要从阿瑙这边经过。而且呢，从今天阿瑙托维奇的表现来看呢，很明显，教练员呢是跟他洗过脑子的，很明显，肯定是跟他洗过脑子的，他就是说他的踢法跟前两场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就是什么呢？他就拉出来了，拉出来，成为一个进攻的组织者，对，就是说组织呢，我这么说，组织应该还是奥斯卡在组织。但是呢，很明显就是说，如果阿瑙不拉出来的话，那么
你所有的攻击路线要从他这里走的话，那只有往里面掉，那只有不只有啊，或者边路传中，或者啊冲掉45度冲掉，就只有这两种办法，就是你一定要退出来，你只有退出来，你拉到禁区外来，然后才可以打出套路。那今天的话，的的确确啊，基本上因为足球呢，你说复杂很复杂，其实简单也很简单，基本上稍微有点足球常识，这不是说啊，好像哦哟三哥很厉害哦，我跟佩雷拉想到一起去，不是不是。就足球的基本理论其实都差不多，哎，对吧？其实都差不多的，你只要踢过球你就知道了，你这条路走不通，你就得换条路，对不对？包括是包括是啊、今天的这个总算是把这个啊五三二啊三五二的这个打法啊，其实说阵型我一直不，我一直不太承认是三五二的，我始终认为是五三二。五三二啊，五三二，因为532跟352的区别就是在于，就是说，两个边翼位的，你是攻的时候多还是守的时候多？那么很明显，之前的上港，他基本上就是说是两个边翼位是防守重于进攻。对。我不是说了吗？后场靠堆人嘛，对不对？嗯。你后场靠堆人，你两个边翼位至少要对上去，对不对？在后腰。如果是两后腰的话，至少要对一个，甚至于两个全对。两个全对的话，就变成703。那之前的上港的确就是这样的一个打法。那么今天的下半场呢，变阵了，很明显，今天呢，终于变阵了，终于变了，终于变阵了，变阵呢，但是呢，火攻头陀的这个基本轨迹呢没有变，那么就是打了一个就是。我们魔力鸟最得心应手的一个阵型，对吧？大家看直播的都知道啊。等一下，三哥，我这边好像有人说卡住了，这边卡吗？卡吗？来来来，这边，兄弟们看一下，这边卡不卡？我这边卡不卡？卡吧，啊，趁这个机会我分享一下。那可能李佳，你那边那个，你那边的那个网络有点问题啊。我分享一下，我这边的人不要动啊，我分享一下，我还没分享。对对对，大家分享一下，我也分享一下，我也分享一下，稍微等一下。大家再看一看我现在卡不卡，因为刚刚有一些人说我这边卡，我现在切换了一下，用 WiFi 了，刚刚用的是流量，我现在用 WiFi 了啊。OK， 三哥那边可能在分享，所以有点卡啊，我这边应该是没有卡。能不能竖着？竖着这个很多人看起来，我这个手机没办法竖着，我这个手机只能这样夹着，我这个手机没办法竖着。第一个，我们是连线的，你屏幕里要看到两个人，那肯定是没有办法竖着的。对对对。第二个，就算不连线，一个人播的话，竖着的话也有很多很多的毛病，还不如横着好。就是竖着呢，唯一的好处呢，就是说我看得到大家的这个发言，这个是比较方便的，因为这个发言是竖着的屏幕发言的。对对对，好，三哥你继续，下半场我们变阵了，对吧？我说下去啊，下半场的变了那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谈过的，就是穆里尼奥最喜欢打的就是4231的，对吧？这个阵型啊。阵型，然后的话呢，但是呢，比分是5-1，但是呢，要请大家要仔细看这个球，这个阵型呢是，有点混乱的，有点混乱的，就是首先第一个，这个阵型4231并非是一个攻击型阵型，它还是防反。他还是防反，只是什么呢？他相对于352、532来说的话呢，703来说就不用谈了，对吧？
要稍微呢要激进一点，不像那种打法那么保守。因为呢你很简单，我刚才说了，你三五二，其实上港的三五二，我还有几句话，多数是五三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很有可能呢会打到打五三二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出现呢，就是变一变就变703或者802，也就是说你八个防守队员，七个防守队员，前面留两个三个人，就是坚决的反击，坚决的反击。嗯，那就是说防守端有七到八个人，进攻端只有两到三个人，是这样的一个配备。那么4231的这个阵型呢就不一样了。你听这个名字就听得出来，4231前就是把这个阵型啊，其实可以中间172，后面42是防守，前面31是攻击，也就是说攻击上投入的人数多了一到两个，就是有四个人，而后面的42就等于是防守端是六个人，那么稍微呢，啊，要没有那么保守。没有那么保守。那么而且呢 ,4231 呢非常注重什么呢，就是非常注重那个三的那个两边的两个人。也就是说呢，等于是我们啊传统意义上的啊这个边前卫，不是边翼卫啊，这个就是边前卫。那么我们从今天的比赛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教科书版本。就是上下半场，其实下半场的几个进球它还是，尤其是后面的两个进球还是这个以反击为主，那基本上就是反击。那么呢这个呢，大家不要以为进了五个球啊表示了这个我们的攻击力有多强大，非也，不是的啊，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因为为什么呢，你首先你上半场只进了一个，下半场进了四个，而下半场进的这四个球里面有三个球是反击的球。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第一个你的变阵以后呢，你在反击中间投入的人数呢会比原来呢会多一点，就是中场的跟进会快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看你也要看对手，你不能只看像下棋是两个人下的，对对对，你不能只看我自己这盘棋是怎么下，对面不是死人，要根据对手要有变化。哎，就是说你今天的那个5-1这个大胜，你要知道天津泰达下半场是放开来打的，对，明白吧，人家也没有很强的胜负心，没有失手，就是希望有啊，哎，如果说人家就是说我就熬死，我就不让你像前面那个重庆力帆和那个重庆斯威和那个啊，武汉多尔的那个打法，你今天绝对进不了五个。对，他们这个打法是我能少让你进一个，我就少让你进一个啊。对，这个你就头疼了。你别说你4231，你就是啊，你这个为什么呢？其实今天的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我非常愿意跟大家多探讨探讨这个战术层面的东西啊。对，应该好好，因为今天的这个比赛呢，其实胜负并没有那么重要啊。那个我这边的这个直播的标题是得与失，是与非，是这六个字。我希望呢来跟大家是与非，是与非，就是得失是非，简单点说。那么呢，那你首先第一个，我要说的是呢，今天还到现场去看比赛的，今天比赛完还守着来等着，操，你又吃东西了啊？哎，没办法，就是喜欢吃啊。我的晚饭都没吃，饿死了。你继续。嗯，你吃没关系，就是说还去看比赛，然后呢比赛完了以后呢还等着看我和翔哥的直播的啊。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正宗的上港球、啊、哎呦，这个评价很高嘛。 这个正宗的上港球，这个是没话说啊。因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时候啊，这个联赛啊，这个比赛的输赢啊，真的是已经没关系了，大家都知道，都明白。啊，其实上个球迷里啊，我再来这么说啊，我说几句得罪人的话啊。申花球迷里有很大一部分认为我们这个群体里的话，成绩球迷偏多。嗯，甚至于他们说都是成绩球迷。哪天他妈的要保级了，八万人里面人都没有。其实啊，我不知道他们是啊有没有这个思路啊。我们看今年申花保级，尤其到在保级最艰难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反而什么虹口的人是越来越多，因为那个时候啊，大家知道了很多东西要放下来，要众志成城。其实这个是这个，你申花球迷，你也不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对不对？你也是个凡人，跟我啊、跟强哥啊是一样的。那如果说你的心态那个情况下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也做得到，一样的。当然，将心比心，将心比心。你在这种情况下，你知道，哎，我不再说坏话了，我不再骂三门啊，我就。啊，跟球队在一起，啊，这个坚决的支持球队。那你能做到，而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就因为你是正宗上海人，我们都是买高铁票到上海的，真的。他们是这种很多这样的奇谈怪论，对不对？然后看我和翔哥的直播，他们看下来的总结呢，我也笑死。他总结他说，那个三哥为什么那个三哥普通话说的那么好？上海人照理不可能普通话说的有他那么好。所以他们的总结，那个三哥基本上也是一张高铁票到上海。那我也不争辩啊，我就说普通话，我就说国语啊，我不认为因为这是一个长处，我为什么要放掉他呢？对不对？所以说回过头来说，他难道也认为你三哥讲话应该带有口音的普通话？啊，对，他认为如果我带一点这个上海本地口音啊，或者苏北口音啊，那才像一个正宗的上海人。这个思路我是我也是服了。思路跟尿路差不多。不去管啊，不去管他们啊。嗯，今天还在关注着上港这场比赛，我相信你，尤其是现在在看我们节目，大部分的上港球迷是根本就没有所谓这个比赛输还是赢，成绩对成绩看得很淡、啊，没所谓的。其实大家抱的心一个心态就是说，到底能不能？在这个夏天里能不能状态反弹，对，能不能赢球，对，至于赢球为了什么不去管它，但是你就得赢，对吧？对，我没说错吧，来打个一吧。对啊，跟我刚才说的想法一样的啊，同意三哥说法的再打个一啊，来波111啊。然后我觉得很多球迷的话是抱着一种就是说想观看一看，也是一种关注吧，这到底上港队是能不能够在进攻上面打开局面，哎，这个是大家都想看到的。你还有本事赢球吗？对吧？这个就是今天的最大的看点。嗯，那事实证明呢，就像我上一次直播，我跟翔哥一起直播的，我最后说的，就是这个看点是俱乐部是必须要给我们球迷一个交代的，一个答案，对吧？嗯啊，我都没有让你要再去夺什么冠了不冠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看的是一个球队的，首先第一个精神面貌。第二个，技战术上有没有多种变化，还是说就只能死打1703战术？那么很欣慰的是呢，今天下半场变了，
这个变啊，变得是可以说是变得就是相当的让大家感觉到啊，就是这是怎么说，就是就是长舒了一口闷气，知道吧？对对对，我也有这种感觉。这就回过头来说，我今天为什么穿件法国队队服啊？一个大公鸡在胸口啊。对，为什么我一看就是法国队这个冠军球衣啊？法国的，而且是一颗星的。法国的打法，我告诉你，对强队对弱队，基本上四平八稳。你有看到过打法国去打人家，就是现在的法国队啊，就去年世界杯的这个法国队啊？那你看请了榜当5-0、6-0啊，4-0、5-1，有吗？很少，最多打个3-0。他只是说在他的面前，所有的球队水平看上去都差不多。他也让你攻。然后呢，他也不是说呢，一定要你们都退到禁区里来，然后我后场拿到球，啪啪啪啪传上去，前面拼命奔。虽然有个姆巴佩，但也他也并非只是这样。他也有很强的中路的梳理能力，就是希望呢，就是说我们看到香港呢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对付强队，啊，和对付弱队都有不同的招。火攻头陀没有错，但是很明显，你如果用打恒大的那个套战术去打天津天海。去打北京人和，那你肯定有问题。不行，对对，你对强队和弱队应该战术不一样，对吧，三哥？这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来针对说说我们来说，今天就来说说这个532来说说这个532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是呢，我不怕你攻上来，我后面始终人多。我可以挡住你的进攻，但是呢，这一套呢，在打中超的弱比较下游的球队的时候啊，这一套啊，其实啊一点都不管用。为什么？我跟你说，中超的下游球队，你们看啊，中下游球队啊，他擅长的一个打法就是什么？他主要进球就是靠前面的两个人或者三个人，有三个人基本上就不是下游球队的，是中游球队的。比如说重庆斯威他有卡尔德克之前大摩托卡尔德克大摩托，还有一个那个组织的那个叫什么那个波兰的那个我名字喊不出来了，他有这三个人。那你看啊，富力啊，他有邓贝莱，他有那个扎哈维，那个沙哈，对吧？就大哈，对。他反正那么差一点的呢，像深圳啊，仁和啊，他这对阿德里安，对阿德里安刚刚这里说的阿德里安差一点的呢，他基本上就是两箭头，对，两个人跟你玩两个人来跟你玩。比如说武汉卓尔他三外援，一个是后卫，对，前面他有两个，一个呢什么小黑，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被吴磊赶走的那个巴布迪斯汤，对，他就靠这两个人。进攻的时候呢，他也就两个人，所以你那个时候啊，你五个人防他和三个人防他，我们看啊，照理五个人防两个人应该是很好防的，但是由于上港后卫的能力欠缺，被突破，所以到最后到最后你五个人防一个大摩托，五个人防一个阿基姆彭，今天你们也防不住，很累啊，防不住。我告诉你，跟一个人防他是一样的一样的结果，是一样的，防不住。今天有一个球，不知道你们注意吧？阿基姆彭又是在我们圈顶这个地方，啪啪啪啪啪啪，因为他们这个本事就是什么呢？脚下平度快，然后人球结合好。对，他怎样晃来晃去，他球始终在他脚下，你也断不了他。你要想伸腿断他，就被他过掉了。那么这个没办法，你是天生能力没他强，对吧？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就排五个人，对吧？大摩托这个例子就已经看到了，
你他妈排五个人有什么毛用啊？排五个人，人家突破你一个，你没有层次，你就等于全部突破了。你排三个，我过三个；你排五个，我过五个。啊，一样的。但是呢，好，这个结果是一样的。你反正你三个人、两个人，你能防加防能防住他也可以，对不对？嗯。你五个人加防也是一样的。那么呢，就什么呢？就变成了到最后呢，还不如什么呢？还不如博阿斯。博阿斯是看清楚的，你反正你后面也守不住，我他妈的攻。前场多进球，嗯，对吧？我用进球，我用强大的博阿斯，对吧？大家同不同意我说的这个话？一七年都看过球的，应该同意吧？一七年的博阿斯是什么套路啊？就是永远比你多进一个球，后面哎，我后面丢一个，我前面进俩，我前面丢俩，我前面进三，我就是靠强大的攻击力来压制你，嗯，对吧？没有错吧？三哥没有胡说吧？对吧？你要么就选择这条路。就我不要了，但是好 ，OK， 这条路博阿斯的这条路，证明当时在八万人一七年就是最低消费，就是最低消费，啊，基本上打你三个打底的，但是你碰到恒大，那又不行啊，甚至于再高档一点，你碰到浦和这种球队，对，来鲁巴来了。因为你攻不进去，后防就出问题、你后面丢一个，前面进不了。这个时候就要需要用火攻头头那一套东西出来了、对吧？对吧？是不是？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对，针对不同的对手的有不同的打法。今天的这个，你今天泰达打所有人，他都是这样子，他就是很放得开的一个球队。对攻，他也知道自己防守也不行。他就靠前场阿森纳做的，阿森纳对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就给上港打反击，所以上港非常喜欢碰到泰达。这么多年来，因为什么？他不堆人，知道吧？对，泰达我记忆当中，他尤其是他主场，他基本上不跟你鏖战的，他能攻出来他就主场都输的，主场都输的啊，他能攻出来哦。啊，他唯一一场死守的结果打了我们一个一比一，就被阿基米在我们主场，然后他妈的十个人堆在后场不出来，哎，就是在我们主场，是去年应该是去年 吧去年我们夺冠的时候，去年啊，中超联赛上港对泰达是全胜，就去年这一场平局，嗯，对，也就是泰达大家也没赢过我们，因为什么他。这个就是球风，没办法的打法。泰达这个球队，他就不愿意跟上港去窝死死守，他打着打着他就要攻出来。所以这就是三哥一直说的，天津只有泰达。天津只有泰达，对。对啊。嗯。我就这个还是这句话，球迷的心理就是一样的，对吧？我就是挂在嘴上的两句话，天津只有他队，上海只有申花队，哎，这个就是我挂在嘴上的两句话。那为什么呢？很简单道理，你去问山东鲁能球迷，他就一口咬死上海只有申花队。啊，山东鲁能球迷啊，哎，那为什么？因为他老是赢申花呀，送分的。啊，对吧？那我当然认可你了，对吧？啊，那对对对，有道理。说句老实话，上海上港打一五年开始有上港这个名称的球队，到现在也整整四年了。能够被上港老是赢的，也就两支啊，一个泰达，一支叫天津只有泰达队。还有一支叫上海只有申花队，就这两句话我也认可，我也认可。好，就这两个队我们老是赢的。哎，所以我认可这两句话，我的心理跟鲁能球迷的心理一样，对，我老是赢你，啊，你打不过我，所以我认可，我就认可，我认可你的江湖地位。啊，这个意思。啊啊，怪不得上次山东在。
在那个虹口赢球了，然后就是喊三分之六是出主意了啊。对，我建议啊，明年德比虹口啊，如果我们还能赢的话，我建议啊，那个虹口远征军也可以喊上海只有上海只有啊，可以喊，完全可以喊，老六老六啊，喊这可以啊，这喊。赢球就喊的申花球迷，然后申花球迷也很开心，你看哪给我们鼓掌啊！好，我们的明年再送，给人拿心里想的，哎，对吧？就是讲到他们心里去了，心满意足啊，心满意足。十一啊，所以呢啊，这是格子刚洗屋啊，所以呢啊，在。这个要说一点比较啊、比较啊、打击士气的话，就是说虽然这是场大胜，嗯，但是呢啊、你还得看对手，这场胜利只是摸到了打弱队的门道，绝对不能说我们已经知道怎么打弱队了。人家而且三个剩下的好像弱队也不多了吧，留给上我们不谈弱队，我还没谈鲁能和恒大后面这些浦和这些对手，我现在只跟你谈泰达啊、天海、仁和啊，就只谈这些对手，你都不能说今天这场五比一说明我们已经 OK 了，以后打这种队打这几支队我们已经有办法了，不能。你要知道后面还有河南建业是吧，啊，对，大连你要知道一方啊，很多大连一方的话还有深圳，实事求是说啊，大连一方已经不在这个档次了啊，这个是要哎呦档次上去了，嗯，对，大连一方肯定不属于中下游球队啊，啊，你我深圳算，那我也没有，深圳算一个，我也没有，对，深圳算啊，河南算，我也没有，我也没有报重庆的名字，对不对？重庆也不在这个档次。嗯，重庆现在也上去了。啊，也不是，重庆跟我们踢，人家也没有十个人全堆在禁区里，没有。对对对，没有没有，人家没有堆。嗯，没有的，我告诉你，他能在八万人进三个球，说明什么？嗯、他的攻击性是相当强的。对。进攻打得非常好，嗯啊，所以这些另说啊，我们现在就谈的是末尾的那个五六支球队，啊，嗯，啊申花撇开啊，申花现在也不在这个档次了，虽然他名次在这个档次也上去了，啊，从金星在这个档次，但是他的实力不在这个档次了啊，嗯，就是那些球队。我告诉你，你等到你在如果再碰到什么武汉卓尔啊，这个啊，北京人和啊，天津天海，我告诉你，人家绝对不会像今天泰达这个打法。对。为什么我说我喜欢泰达这个球队？人家泰达队主客场连着两场放开来跟你打。他没有守，没有说，对吧？这个差很多，知道吧？嗯。恒大打十三连胜，球队的风格，我觉得他的球队风格。恒大打十三连胜，其中有很多球，这种弱队，明明我认为他绝对应该是他妈的打一个猥琐流的，哎，就不打猥琐流，就跟你放开来跟恒大打，哎，如果你每场比赛都碰到像泰达这种风格，泰达这个今天这个踢法，那太舒服了，上港也笑死了，对啊，都这样放开打怎么行？哎，上港也笑死了。明天马上有一场这个重庆客场挑战恒大的比赛，我估计肯定又是放开打，呵呵，对攻了。重庆打恒大，重庆明天客场打恒大嘛，也不放不放开嘛，结果也差不多，也差不多，因为恒大的确是他今年也不是说他都是因为别人不守，所以他都能赢，也不话不能这么说，对吧？三哥，我们上一次直播以后啊，后来到了八月十一号吧，就是，有一场就是恒大和北京国安的天王山战役啊，有这样一场球，
那么这场球看完以后呢，很多球迷也说了这句话，就说觉得今年确实恒大的这个从他的投入也好，从他的人员配置啊、打法也好，各方面都应该说要领先于国安，也领先于我们上港，对吧？那么你对这场比赛怎么看？另外就是说你也给大家分析一下今年的这个恒大，你觉得他的到底有，我们从哪些方面可以克抑制他，到底有没有办法，还是说肯定我们踢不过他？怎么来对付这样一个 强劲的对手？你我说我们踢不过恒大呢，这个是乱说，那足协杯不是把他干掉了吗？不是上个月的事情吗？嗯嗯，对吧？但是呢，今年的恒大他之所以呢能够大杀四方，主要呢还是首先第一个来自于他的对球队的结构的调整做得很好。嗯，这跟去年说虎啸龙吟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对，这个有道理。嗯，就什么呢？年轻人居多。然后呢，这批年轻人呢，你说他啊，包括韦世豪啊、杨立宇啊、啊严鼎浩啊、啊钟义浩啊，啊这批人，你说他能力很强吗？我们就拿上港队的球员跟他们比，我都不认为他能力比上港。高准翼其实也能力。高准翼不说啊，高准翼先不说，我就刚说刚才那四个。可是什么？他年轻啊，他能跑，知道吧？嗯，严重阳痿。我这是每一次直播都会说的，跑动，跑动，再跑动，知道吧？你跑啊，武汉卓尔为什么能够逼和我们？他跑的比我们多，是吧？你国内球员，你不要什么张三跟李四比，李四吧，我告诉你，你比他好也就好那么一丁点。那如果他一场比赛能比你多跑两公里的话，你基本上这个差距，这个优势就没有了。对，对吧？你一定要跑，为什么大家都是说杨思源好好好？那好在哪里？就是跑呀，他也没别的呀。一万二、一万三、一万四。如果我告诉你，上港队每个球员都像杨思源这么，都像杨思源这样的，那就无敌了。那我告诉你，亚冠冠军就唾手可得。哦，是吧？这么厉害？因为为什么？能力是已经在那边了，你也提高不了，你也掉不下去，对吧？剩下的今天我们对泰达这个比赛，场上表现最好的球员，你们会说阿瑙好、奥斯卡好，我说错，今天最好的是蔡慧康。蔡慧康啊，这个刚刚已经讲过了，很多球迷都给他点赞，防守进攻端都很好。啊，你们刚刚点已经讲过了，对不对？啊，我没有点赞，给他点赞点过了。嗯，为什么今天蔡辉康打出了杨世源的水准？老蔡不要生气啊，照你这个话有点那个。我是说三个很搞笑的，不能、不能说是水准，杨世源的水准，不能说是水准，对吧？就是说蔡辉康就是说啊，怎么说呢？这句话应该怎么表达？就是说啊。打出了杨思源的风格吧，就只能这么说吧，就什么啊，B to B。哦，对，真的是比今天真的是 B to B 了啊，这个真的前后飞奔啊，这个太老溜了，感觉脱胎换骨啊，今天啊、哦，这没得喷啊，这个太牛逼了。哦，我们这里有球迷说是保利尼奥附体，保利尼奥附体，后插上也有，马上不是。保利尼奥他还没那么活，不是就是附体嘛，附体了一下。啊，至少来说的话，我这么说，啊，老蔡今天最后是抽筋的，对吧？嗯嗯。啊，所以可想而知他已经付出了有多大啊！但是保利尼奥是不会抽筋的，懂吗？所以你慎言保利尼奥附体这句话。嗯。保利尼奥太高了。保利尼奥。他妈的，我早就说了，他就是他妈的森林里被狼养大的一个孩子。哦，狼海啊，就是他的这个身上的这个特点啊。你说国安奥古斯托也很狂的，踢球的风格也是国脚啊，也很野的
啊，也是霸气十足的一个球员，但是比保利尼奥还差一点。因为什么？奥古斯托，你只要就你，我告诉你，你老看球的，你看奥古斯托，你稍微碰他一下，他就躺在地上，哦，装死，哦，我他，我不行了，哎呦，脚不落那了。保利尼奥没有的，你根本就踢不到他。保利尼奥，你看他什么？你啪的一下跟他撞一下，他啪倒在地上，马上就起来了，对，一进来没有的，没有。对，马上就站起来了，马上站起来。第一时间站起来，然后球放放好，快发。这个人是个 bug， 知道吧？对，啊，是个野兽，所以这种球员真是千金难买，啊，球是球不到，可遇不可求，是相当厉害，相当厉害，对吧？我也不是说他的。你说他技术嘛，啊，你说他技术很好吧，也没有，对不对？他就是后插上那一下特别厉害，打国安那个球又是后插上，知道吗？他又是后插，他靠什么？我告诉你，他是，我可以这样来说，他是整个中超16支球队将近500名球员里面身体素质第一的一个球员，没有人这个没话说，这个没话说，身体素质好。嗯，永远在场上奔跑啊，而且呢，意识呢超群，最拼的就是他。啊，那有这两点，有这两点就真的是足够了。同样打后腰，奥古斯托就不如他，我觉得啊，奥古斯托不如保利尼奥。嗯，奥古斯托呢比他软一点，其实稍微软一点。对，哎，我们看奥古斯托也很硬朗，但其实你细看的话，有些地方他还真不如保利尼奥。而且大家都知道保利尼奥那么厉害，就是防不住他，就是防不住，没办法。哎，都知道他厉害。啊，你派专人盯他，啊，你也盯不住。盯不住。因为什么？你跑不过他。对。你跑不过他。一个转身把你甩到身后了，啊，根本球那你最多就是让杨世元盯死他，对子对掉啊，对子对掉，对不对？你就对你能跑我也能跑，但是呢，在卡位意识上面呢，杨世元又比他强一点。你对子是对了，你一场比赛只要有一个地方你弄不过他的话，或者被他撞翻啊，或者被他卡在你前面，被他弄个球进去，完蛋。你这个对子就泡汤。对对对。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恒大也是今年应该说是最强的对手啊，可能今后有可能还要碰到吧，对吧？除了联赛还有可能亚冠。就是说你看恒大对国安的这场球，国安的问题其实呢，上港国安有同样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啊，那个枢纽不能走，那个节拍器必须要在。他少了比埃拉吗？节拍器就没了。嗯，他依然还在打传控，但怎么就打不好？因为什么？这斯隆的高头，这龙都偷他了，对吧？龙都没了。啊，一分没办法，侬跪，侬要拿老夫子来几老子跪，搿就摇了就低了。啊，这不。这是上海人叫玩儿，对吧？可是玩儿瓦特，哎，这玩儿瓦特。那么同样的，我们奥斯卡其实在球队里也是这个作用。啊，你别说今天打了五个球什么的，你把奥斯卡拿走，我看看你还能进去。今天就是这个5-1，就这个对手太大，你上港把奥斯卡盯走。那肯定再来跟他打那个中。发动机没有了，这个不行。啊，那你说恒大，我把保利尼奥拎走，他也不行。我告诉你，不见得。哦，还有谁呢？除了保利尼奥，还有谁呢？啊，郑智。这个就是我要跟他说，跟大家说的，就是什么呢？我们一直挂在嘴边。骂骂咧咧嘲讽了好几年的全华班，在今年体现出了他的成效。
为了在全华班这个三个字，徐家印老板是背负了啊像洪水一般的骂名，没事体就出出去，哎呀恒大全华班啦，哎呦规划了要搞全华班了，对吧？我告诉你啊，听仔细了啊，这个东西啊外面没有的啊，很简单一个道理。我们首先我举一个申花的例子，申花吴晓辉董事长他经常会说这样啊，我们明年目标啊，争取亚冠资格啊，争取进亚冠区，然后今年在保级的这个开保级那个龙虾会的时候，开保级龙虾会的时候，姬宇阳就直面就提出来，你这个他妈的就是个谬论，为什么？没有人会把球队的目标定在争夺亚冠资格，凡是定这个目标的到最后十有八九是落空，都落空的，不存在，你这个是个逻辑错误。你球队定目标要么就是什么夺冠冠军啊，这个我在直播里不是第一次说了，你看对上次也讲过的啊，你看中超这些球队对吧，你夺冠，我们说前面 Big Four 他的目标其实都奔着冠军去的，到最后冠军夺不到了啊，自然而然的亚冠资格他也没想要，但他就是亚冠资格就落到他手里，比如说北京啊，上港啊，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你不能把目标定在什么，定在这个啊，把你把谁争夺亚，争取亚冠资格啊，你不能不是你伪命题，你要啊，你这个首先的你这个定目标和包括围绕了这个目标所打造的球队的品质就是什么，就一定是要冠军品质的球队。对，然后你再去跟另外，因为不止你一个是冠军品质，人家还有几个对有冠军品质的跟他们 PK， 这几个混在一起，大家都到最后冠军就是有一个，就是夺争冠军，那么然后所谓的争冠军、啊、然后几个落空的呢亚冠资格，而那个时候呢那些定目标是亚冠资格的那些球队呢，这后来往比克罗纳罗纳不行，机会都没有，一点机会都没有明白吧？对，所谓的冠军俱乐部、这个、明白吧？好、啊、冠军你这个道理明白了对不对？好 OK， 我们再来谈谈全华班。许家印老板当初提出打造全华班，要在2020年实现全华班，实现了没有呢？到目前来看，我们先不谈规划这些，到目前就算没有外籍规划这些事情，他到2020年是实现不了的，还是需要外援了，肯定是有外援的，但是很明显今年联赛由于他什么啊，那个高拉特嘛不在，塔利斯卡受伤啊，这个了那个了，到最后其实他场上也就是保利尼奥一个外援，正宗外援，再搭一个亚外，啊，那其实他已经把这个事情已经做到了非常极致的一个地步了。同样的道理，就是我刚才说的道理，我的目标就是要打造全华班，当我打造完不成的时候，我没有打造成功的时候，尽量接近是吧？到那个时候你会发觉我的国内球员的班底已经相当相当非常强了，明白吧？这叫什么？这就叫行百里者半九十，目标要定的高一点，对对、我看到很多的我们的球迷一天到晚在笑话，哎呀这个他妈的全华班怎么怎么，我告诉你，你笑笑了，人家就被你笑话，人家就在扎扎实实的就去打造这个全华班，两千万一个买进来，两千万一个买进来，两千万啊，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人人都知道肯定不止两千万，但是不管是一亿也好两亿也好，这他妈的都是真金白银啊，
都是人民币啊，许家印的人民币啊，对不对？实际付出去的都是真金白银，一个亿两个亿，更不要说啊，搞定这个搞定那个啊，那就不更不是一个亿两个亿的事情了，还要给里皮付工资了，每年这个钱结工啊，开销结工，这个结工。问题在于哪里？问题在于他的这些啊做的这些付出啊，不管是付出在球队球员上面付出，在俱乐部的层面的建设上的付出，还是在高层的啊打通啊各种关系的付出，到最后是会有成果的呀。嗯，对吧？你不能说他这么付出，我就啊要把你抓起来。那实际上我告诉你，你这个叫是上港球迷在说这样的话呀。你如果你是恒大球迷呢，看到这样的一个俱乐部老板，那么晚上睡觉都会笑醒，难道不是吗？啊，一直在往里砸钱砸钱，对，恒大球迷太幸福了，一直在砸钱。对啊，砸砸砸，每年拿冠军砸。我们就是没办法判。我们是摊不上这个老板，所以他妈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天天在骂许家印。你把许家印调来做上港俱乐部老板，我告诉你笑死了。嗯，十四亿啊！你真的是才拿我讲不到听，红口是比不上八百人的，懂吗？嗯。他真的是砸钱厉害，这个老板。但是我这里刚刚有球迷说，三哥，他说他这个钱都是他妈银行贷款贷出来的，也不是他自己的钱。你别管。你不要管，那他会去贷，对不啦？他有这个想法去贷，对吧？也是，啊，你有本事也可以贷，大家都可以贷。侬屋里买房子，侬没银行贷款，侬贷到死不啦？不贷到，贷到死了。人家会得笑侬嘛？趁那，妈，哎呦，趁那，想买房子贷款贷的嘞。刚刚买了这大平层，趁那，啊，1200万，趁那买了这，哦，那样，1200万现在上海买不着大平层，啊，不去管1200万。啊，你要一个一半是银行贷给伊，人家会得说，人家会得讲出那个哦，想跟侬呐，哎呦，搿种人没意思，真的。阿拉做人勿要去帮搿种人，真的。阿拉我要买房子就全款，自家有多少钞票买多少套房子，侬勿是戆卵是啥物事？你跟得上社会伐？啊，侪要贷款，也是买房子也贷款。啊，贷勿了个贷，伊银行贷款伊贷啥做事了？你贷了还，伊就要还得出。伊到辰光还不出，伊再贷第二笔。做生意就是搿能介样子，侬做过生意伐？啊，就是。侬做过生意伐？我问侬，有的多少老板是搿能介讲？前头那前头一笔贷款没还清爽，后头一笔贷款贷过来，搿就是搿能白相的呀。运作，资本运作。有的企业像老干妈搿能介样子啊，我就是要啊，我就要自家有多少钞票做多少事体，有多少做多少事体，老少的。搿个不对呀，这个你是。你是守旧，知道吧？你根本没有跟上时代。要用金融杠杆啊，金融杠杆。啊，当然，有的人说，他说：“哎呦，这样真的风险太大了。”哎呀，抗风险能力太差。哎呀，我这不是的，那这就是上海人脾气，知道吧？啊，上海人，温州人就老乱，温州人炒房团就是加了钞票。为啥道理？我讲给衲听，为啥道理？那阿拉现在改革开放40年，对吧？阿拉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到人家浙江人噶许多老板，啊，能跑到温州去，啊，随便剁块石头下去，那么拐中的就是个老板，在上海老板老少。为啥呢？人生轨迹不一样，人生的理念也不一样。我们是讲究从小到大就讲究什么？好好念书，毕业以后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啊，然后呢，慢慢在。单位里慢慢晋升，啊，争取将来做到啊高管，怎么样？这是我们的人生目标。啊，他们的人生目标什么？那读书啊，非常读不好，也读不好。也不要读书，反正能啊弄到钱。毕业了啊，问什么家里啊亲戚朋友啊借点钱，搞个产业，开个店，对，开个厂，做点东西，啊卖，然后就一步一步到最后。原始积累嘛，创业，人家啊，到最后过他10年、15年，两个人摆来，侪是老板，人家开宾利，侬顶多开奥迪，哈哈哈，人家开宾利，对吧？开奥迪，是不是？
有道理啊。啊，对你很，我现在这么来跟大家比，很多我们下面看直播的球迷都不会认可的，我不要这样。我的人生理念就是安安稳稳啊，就是说平平安安，不求文达，只要家庭幸福，对吧？这是可以，但是不博不精彩五个字，你们听谁说过的？这个徐根宝啊，贷款3000万啊，个人负债3000万，为了建设这个根宝基地，所以交关人讲伊母子，搿确实母子，对吧？是啊，我们上海人不会这样做，我们也是靠贷款，一般上海人勿大会得，一般上海人勿大会得自家去贷款。人家把捞只老好的物事来，你看这这产品老好嘛，大概老好嘛，但是侬要生产，侬要开只厂。侬现在哪能？侬拿屋里向房子抵押脱，银行贷款来开厂？你讲一般性上海人房子，那旁头侬能打出去脱呢？我帮帮忙，侬来搞啥物事脱呢？我好好叫日脚不要过了脱呢？我来那房自家房子，万一亏本了哪能？万一啥了哪能？万一亏了就是一辈子没了没了。上海人，上海人不会搿能做，浙江人会。对，所以马云可以成功，为什么马云可以成功？啊、对不对？啊，对吧？这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上海的足球队只能找国企来接。哦，因为没有私营经济，上海人不敢搞私营经济。朱骏好像失败了，朱骏这空麻袋被都失败了，没被人管，对吧？啊，没人肯帮伊，对吧？人家个浙江搿种民营老板。周围的亲戚朋友都肯帮他，哪怕他没有家里没有房子没有抵押，都愿意把钱借给他。对，是的，是的，我看到过。人家是这样玩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互相帮助，啊、很多私募嘛，互相帮助的，就是这样。所以你这怎么说呢？你说这没有谁对谁错。我今天并不是说哦，我们要像浙江人一样，不是的。我告诉你，还是这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性格，啊。啊，侬来徐汇区看球。侬就顶多是喊两句唱两句，侬到虹口看球就不狂不放，侬搿没办法啊！我讲侬听，搿没办法。入乡随俗，对吧？入乡随俗。我抽根烟啊，翔哥。嗯，没关系，你抽一下。我来讲两句啊，我觉得对啊。你想许家印，我们说他是许皮带。他居然可以从一个河南卖皮带，这个在深圳那个卖皮带卖出来的这样一个老板，最后能成为一个现在应该是全国性的这样一个企业，跨区的企业，自己称自己是徐主席，对吧？他肯定这个里面肯定有他的敢于冒险啊，敢于大投入，不计回报不计成本的这种大投入，敢于这种投资，肯定是有这样的方面的，他的这个经营上面的这个与众不同，才能成就今天的许家印，对不对？否则的话，一个卖皮带的怎么可能成为一个中国这个房企数一数二的这个领军人物啊？他做不到的，他肯定也是。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性格，大家从他这次搞全华班也好，规划那么多外援也好，我觉得充分的展现了许老板他个人的性格，他就是这样一个敢于冒险，不计得失，啊，他可能早就想好了这个事情失败怎么办，他早就想好了，对吧？他就是他也不无所谓，反正已经功成名就了，对吧？失败对他来讲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已经成功了，啊，所以他可能，而且他方方面面都搞定了嘛，他认为成功的概率也比较高嘛，对吧？哦，令狐超说他失败就外逃，该要倒的才起，啊，逃不逃的这个是乱说哦，他啊，作为中国首富，他一般来说的话，中国首富，对对对，也不至于会到这个。这个下场，而且呢，你说句老实话，啊，你能够说出的
贬低他的理由最多的就是什么呢？你认为他太富有冒险精神啊，乱来哈喽。嗯，你认为呢？我们上岗呢不能像他这样，我们要求稳啊，四平八稳，我们打造哇，我们打造百年俱乐部啊，能够安安稳稳的。问题是，对你这个话是倒是没有错，那问题是你就能保证就肯定是四平八稳吗？对不对？嗯，绿地的风格就四平八稳，结果呢？嗯，对吧？我们回头来看，绿地跟上港同时，差不多同时，啊，踏进足球圈。然后绿地每一年，他就是什么呢？他也不少花钱，也不多花钱，他就花在这，他就求个安稳，啊，我不求稳打。那不是不，所以上海只有申花队这句话有点道理的，他就是小富即安，活脱脱的小富即安，哎，他是活脱脱的上海人的风格，就能混得过去就行了，嗯，啊，就是说我也不要想去帮他搞不清楚，我也不要去帮恒大去拼，对吧？我看到恒大叫上阿姑总可以吧？哎，叫上阿姑，猴哥，啊，猴哥，啊，你们不是说猴大猴三吗？对吧？我叫阿姑，我老三，阿姑可以吧？啊，我三哥可以吧？啊。到最后呢，到2019，形势会逼着你，你要么就沉沦，要么就揭竿而起。对，没有选择，没办法，你没有办法的。你想过安稳日子，但人家不给你过安稳日子，对不对？不会的，对不对？你说啊，你说许老板将来好，肯定会啊，他会为啊现在的激进付出很大的代价，那你以为在这片土地上，你安安稳稳，你就没有，就会保证后面的一辈子就不付出代价吗？也有风险啊！啊，我这个话，我说这句话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了，对不对？如果你是个40岁以上的人，你能够明白三哥这句话的说的道理，对吧？你是20多、30多的，我没法跟你谈。对，我个人是欣赏许家印的这套激进的，因为什么？今朝有酒今朝醉，先享受了再说。作为恒大球迷，他们享受了整整的啊十来年，对不对？你知道什么？你就如果说你真的就是说我们就是扎根青训，内部挖潜，哦 ，OK， 很稳，对我认可，好吧，很稳。你就靠这套，你能够一直压制申花吗？你凭良心说。人家是买买买，对不对？人家是不我申花倒也没有一直买买买，对不对？但如果你是就是靠内部挖钱，你就说我就靠这一套，我能够坐稳上海滩老大，你这话你敢说吗？也蛮难的，嗯。你不知道，总有一天申花会骑在上港头上的，总有一天，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这个是个辩证法，知道吧？客观规律。你如果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你就会明白这个道理。花无百日红。嗯，你不可能一直是上港，一直在上海滩，一直骑在申花头上。啊，就大概大家老板都不换，你就上港，他就是绿地，然后上港就一直骑在绿地头上，不会的，总有一天他会一味的回收啊。就像 AC 米兰跟国际米兰一样的，对，30年河东，30年河西，哎，对啊，分水轮流转啊。那么那么作为这一代球迷，那图个什么呢？我们当然是想希望，就是说看到我们一直骑在啊蓝皮的头上了，对不对？这个是很正常的心理嘛。那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那你只有摊上一个许家印这样的一个老板哦，你稳了，稳了，拼子老命投啊，稳了，反正他只要我刚刚有能力，就是啥，侬看申花球迷规模很大吧，把规模把他打服了，知道吧？申花球迷磨国安、磨上港、磨啥人、磨啥人、磨山东，但是一下全磨，恒大磨个不规模，
因为啥子？侬没任何资格敢骂恒大，侬有啥个乱跑资格来骂恒大？骂不出口，骂不出口，侬有啥资格，晓得吧？在抗衡这条道路上是比较失败的，啊，还要帮人家提供场地，还要帮人家提供酒店，啊、提供什么、啊？提供什么？这是俱乐部层面的，我们就来谈球迷层面。随便打个生活局面，侬去讲，侬讲侬哪能看恒大？伊超好的讲，老刘，太难，恒大的呢，弄不过，弄不过，弄不过，对吧？这是很。对吧？现在看直播的，我刚才看到了有申花球迷，老杨家的倪先生在不在？对吧？弄不过。对，侬不用耐心讲，我英雄是辣瞎讲吗？是辣拉讲，不是吧？对吧？你搞俱乐部，你当然是像应该像恒大这么搞了，要做到最好。你也看，侬还管啥将来啥个？啊？侬还管啥将来啥个啥个，啥个要倒到啥地方去了？要倒了，搿都他们在啥干啦？侬凭啥能就保？侬凭啥就断言他肯定会出这个事的？就啊，三哥，我们不说其他人，就说苏玉辉好。老孙不会骂恒大、啊，老孙是上海球迷。嗯。哦、啊，就说苏玉辉，老我们就说苏玉辉啊，对不对，三哥、啊？以苏玉辉为例，他只要在台上一分钟，他绝对是超大投入的。他对这个建、啊、这个叫建，这个叫什么权健也是超级投入的，对不对？他不会说啊，想到我哪一天进去了，我前面这个投入就白投了，他不会这样的。他能投就是往里死砸钱，压怪啊。我跟你们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申花球迷看到上港，伊还是好老累老累，但是现在今年是比前两年是差交关了，晓得吧？但是他为什么他？因为他有一年赢过你，夺了杯赛的这个经历，所以他看到你，他还能老软一下。但是如果申花球迷看到恒大球迷，我告诉你，他是一点点都老软不起来的。天呀，对吧？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少输当赢啊，能够多思量才行好啊，你就把人家打服就行了，对，对不对？你看山东鲁能球迷看到恒大啊，不会老卵啊，打是一天一样，哦哟，他们打服，但是国安球迷敢老卵，因为什么？我赢过你，对，啊，我不服的，国安的天河赢过国安啊，我赢过你啊。啊，而且你看啊，国安球迷前两年就说了，恒大就是一熊鸡巴崽子，对吧？那小球迷就说，就是他们其实从心底里就是不服的，不服恒大的啊，哪怕你成绩比我好，我跟你还是可以对抗。等一下，张哥，我跟怎么老师你总算出来了，就叫了你那么久了，你跑，我刚刚跑出来。啊，老师，你讲的有道理吧？啊啊，我这里有球迷说，最后一轮上绿地要打恒大，最后一轮。要贵，不是，他每次打恒大，他都是想赢的，但是结果是输。那么这种输了，经年累月的话，就什么呢？就变成输了就是习惯了，就输到自己麻木了。哦，麻木了已经，输的麻木了。就是申花跟恒大的格局，就是这样，他麻木了。那如果说你说，如果是因为我们比如说，联赛双杀申花，如果没有17年的这个杯赛输给他的话，那到现在为止的话，基本上申花球迷看到上港球迷，基本上老六百起来，也麻木了，啊、也麻输的麻木了。啊、所以一七年的这个输，对我们来说的话，也是太伤了，对不对？啊，蛮痛的、啊。你不要管什么一盘棋不一盘棋，你这个面上的结果就是这样。哎，三哥，说到这个问题啊，我要因为代表我们这边的球迷刚刚也有留言的，他们也想问问你看，就是马上下个礼拜的足协杯你怎么看？我们到底有没有机会能够战胜山东？另外，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够跟申花再一次在决赛中相遇？你也可以给我们分析一下嘛。
两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拒绝回答，申花的事情自有申花去操心，我也不知道啊，我也回答不出来。就是大连德比到底谁赢，你也讲不清楚。对，我对他们跟大连之间的这个恩怨啊，这个你侬我侬，那就没有怨的啊，你侬我侬，哎呦，感情好不得了。这个呢，你也不知道，对不对？你也不清楚，他可能他这场比赛呢，他也不需要这个啊，这个针尖对麦芒的这样捧人去踢，啊，只要这个啊。啊，两边的啊，老板碰个头吃个饭吧，就决定了，对不对啊？就这样了啊啊啊！懂了懂了，张玉良两个人叠补。这个我拒绝回答啊，就申花能不能进决赛，我拒绝回答。啊，我只说我们上港。啊，讲讲上港。下礼拜足协杯。啊，礼拜二。我认为是非常非常悲观的。哎呦，你这个厉害了，非常非常悲观的一场比赛。是，嗯，是好在呢，还有个主场。啊，有个主场，啊、不能小看人和啊，不能小看主场的优势，对不对？加成，主场加成。啊，那以目前的球队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啊，真的是很不好，很不好，很困难，很困难啊，很不好，很不好啊，不是说。这个好像这个人员不整齐啊，这个伤啊那个伤，而是什么呢？最要命的是什么呢？最要命的是，在引进了阿瑙以后，到现在为止，打法没有成型，这个是最要命的。还不成熟，嗯，对，还没有成型，完全成型，嗯。这个是，我告诉你，这个要命了，知道吧？你打法，你如果说你的整个的这套东西，我告诉你，基本上，啊，你这个下礼拜的比赛就是难点在于哪里？攻也不是，守也不是，嗯，死守也不行，啊，嗯，死守，翔哥在场边拿着大喇叭哇啦哇啦一喊，你也守不住啊，你还得往上冲啊。嗯嗯嗯，啊，那这个就是主场的劣势。我以前说过这个的，你在主场你也不可能死守，也是给球队一种压力，啊、是吧？主场也有压力、啊。我个人建议，啊，我个人建议，啊，王陈牛榜攻，对攻，啊，没他不会对攻的，啊，你说谁不会对攻？山东不会对攻啊？山东不会攻的。那他不是有两个高中锋吗？他可以。李霄鹏不会攻的啊！他什么时候攻过了？联赛他我们主场打他攻了不啦？他不是进了一个球，马上就窝在后面，守了整整90分钟吗？嗯，对的，对不对？看看联赛上港对他的下半场，放开来攻出去，他就进一个开始缩，进一个就开始缩啊！相信自己的能力，对。啊，你跟他对手，人家就跟你守个0-0发点球。哦，他也想发点球吗？难道他不想一口气拿下我们？他也要拖到点球。你怎么会去想？你怎么凭什么，翔哥？你怎么会想到山东会有一口气拿下上港的想法？因为按照他这个配置啊，前外援的配置，他应该是。很有优势的，特别在我们这个后卫的面前，山东今年哪一场球，他对国安也好，对恒大也好，但哪一场球他是拉出了一口气拿下对方的架势的？哦，这个倒没，你到底看没看的啊？看了，这个我看了，这个倒没有一口气要吃掉对方的架势。他打恒大、打国安都是猥琐流啊！啊，对的，是的。这个我看了现场看、啊、我那个亚冠是现场看他们两家在那个山东踢的、啊、而且山东的他也是至少来说他对于防守啊还是蛮有自信的，但是为什么我会做这个建议，因为他没了吉尔、哦、后防少个高点，嗯，不是少吉尔，只是个高点吧，翔哥你搞错了吧，嗯，防守上面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少了，缺了这个人，最重要的一环
最重要的一环。对对对，有点像帕莱塔一样啊，苏宁的帕莱塔那种感觉，它的作用。对，还有前场还有一个头球，像帕莱塔的人，他防守没有以前稳，就跟他对攻。所以你的意见是干脆攻他，打他的软肋。攻啊，上港队是一个非常喜欢走地面的球队。那如果按照三哥这种说法的话，那这场比赛会非常的精彩啊。啊，因为上港一旦攻出来的话，如果你跟他高来高去，大家我也掉你也掉的话，你攻不过他的。嗯，走地面。你也不用特意走地面，你就像平常那么踢，你就像今天对泰达这么踢。他防守没有以前那么好。他基本上，我告诉你啊，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不管是五后卫也好，四后卫也好，打山东的话，两个边太重要，太重要。我说是后卫线的这两个边太重要。你们说，哎，怎么不对？他中路高点，难道不是贺冠、石科他们压力很大吗？那么我说错了，起球两边的起球，限制他们起球。一定要限制他起球。你起球，你起到后面，你我告诉你，这种起球，任何打这种空霸风格的，起到后面，打不开局面的话，起球的质量会一直下降，直线下降，知道吧？啊，越传越差，越传越差。啊，嗯，因为，我不知道啊，蒿俊闵应该还是受伤的。还伤着，嗯，对不对？他少一个起球点，是吧？后防又少个急了，所以山东的情况也没有那么好。明天可以看看山东的比赛，三哥是吧？明天他们有一场比赛啊、明天他们是对谁啊？最好是他踢客场。山东明天应该打恒大也打过了，山东明天大家看一下，明天山东和谁啊？明天应该有一场，我记得山东的比赛，打武汉是主场还是客场？是主场还是客场？草帽路。主场打武汉还是客场打武汉？客场打武汉，太好了。客场这个球好看看。啊，这个就有借鉴意义了，三哥是吧？对对。他打武汉怎么踢法？啊，你就看他客场。不过那武汉呢，不是上港，稍微可以借鉴一下。稍微可以借鉴一下，我觉得也很有这个参考价值。他多一个外援，对吧？德尔加多一个德尔加多，德尔加多我看过，没什么卵用，没有那么厉害。对对对，德尔加多，我觉得这个引援有点失败，我觉得。倒是那个格德斯啊，要小心。格德的反击速度快啊，他这个反击力太快，你上港后卫是防不住的。我们第一循环打他们就是很累，就是这个问题。你刚才跟大家分析了啊，这个是比较一些说了一些比较乐观的话，但是呢，我一开始就说了啊，还是悲观的成分多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呢，首先第一个还是在于防守端啊，很明显啊，我们的这个防高空球啊，这个中后卫啊，今天贺冠就被搞进一个。一点办法都没有，对，争不过人家，没办法，争不过，跳不起来，争不过，对吧？啊，那个是贺冠是在防那个买江，啊，结果被他起球，对吧？你这个起球，对吧？你去防他，要限制啊，你怎么能让他起球起出来呢？对不对？那如果说你去防边路，你去防边路，到最后就是哦，我就不让你突破，我只让你要传中你就传好了，那还要你后卫干什么？那不能给他传中，对不对？尤其像面对山东这样的，张卫防的瓦格纳这个啊，那这是防不住，防不住，嗯，防不住。
防不住。张卫呢个子怎么跟瓦格纳怎么比啊，这个没办法的，看着他顶了，只能是限制他的边，限制他的边路球啊，让他不在舒舒服服的情况下传就可以了，你就不让他传的那么准，啊、对吧？啊，对对对，不要让他调整好了传，对吧、啊？他没有潮运定能力，懂吧？如果山东鲁能下个礼拜把潮运定借过去，那得稳啊。如果蒿俊闵再伤好，他一边一个蒿俊闵，一边一个曹运定啊，中间放那两个高外援，那龙么姑啊，我讲没听，这个弄不过的。对，啊，他有高点，没有人给他传，这也是个问题，对不对？啊、那么曹运定要一个小矮子，要搭一个金信玉、啊，这个搭配防守端就是这么搞，效果就出来了啊，防守端就这么搞，知道吧？那么后腰呢？注意一下的，进攻怎么办呢？啊、注意一下的，他那个费莱尼的这个后插上。进攻的话呢，这就是我说的，就目前情况最不好的于这个地方。嗯，浩克受伤啊。啊，就是说进攻呢，在浩克不在的情况下呢，就是奥斯卡呢只能跟阿瑙两个人的打配合连线，嗯。很容易被人家看死了，啊，他们俩被盯死的话呢，那就看就是李胜龙最好国吕文君最好国内球员啊，有一个可以跟他们连起来的。那今天吕文君就像今天的吕文君，你觉得怎么样？啊，吕文君就连的不错，吕文君连的不错，但是还缺一些。今天吕文君这个可以，连是连的不错，但是还缺，还我总觉得跟吴磊比啊，还是缺口气，要有吴磊。那是肯定的。你跟吴磊比这没办法比啊，这个要吴磊在就好，就是说可以真正可以跟外援连上来的融合啊，融合啊，李胜龙就不更不用谈了，他就是就拼命的穿插就行了啊，就像他平时这么踢，拼命三郎把对方的后防线搅乱，他就这个反正呢，这个目前来看的话呢，由于浩克不在的话呢，这个我们的这个三外援连线变成了二外援连线，今天呢是上半场，这今天呢就你看啊，就是说艾哈迈多夫是中场换上去，对不对？那然后的话呢，就是变成了什么个局面呢？就是说其实呢并不能形成奥斯卡、艾哈和阿瑙三人的连这个攻击组合联动，没有形成，没有形成，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攻击还没有调整好。嗯，今天是变成什么呢？整个的下半场呢是奥斯卡跟阿瑙两个人连线，先他们两个连，阿瑙换下去以后呢，艾哈顶上来了，奥斯卡和艾哈的连线也不错，对，但他们三个之间没有连线，没有，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嗯，就是要像我们看到了在恒大那场我们那个足协杯那场三个外援连线，对对对，啪啪啪，如果有三个人去连起来的话，那个就完全不一样了。你两个人，对方四个后卫，两个盯一个，你也就完了，对不对？你后面再插上一个李文军什么的，你说再放一个后腰去盯一下的话，那你还有什么招？你们没招了吗？对不对？那没办法，浩克看来这场8月20号是肯定赶不上了，这个我可以说已经是定局了。浩克肯定赶不上8月20号的比赛，对吧？这个是肯定来不及。浩克赶不上，杨世元也赶不上，对不对？对，杨世元也赶不上。啊，杨世元也赶不上。哎，反正看吧，这个、也是没办法。我更担心的是，两个边路的后卫，张卫、王申超。这个因为。尤其是张卫的这一侧，因为他如果放上一个像金敬道这样的金敬道这样的，你张卫是很难防的，对，非常难防，不了。那么不用张卫的话，我们之前也试过了，陈冰冰也不行啊，哎，不行，冰冰在防守能力上还不如张卫。对，还是所以左边后卫是永远是个问题。之所以说他好，是因为他是说他有他的未来看觉得会张卫的未来可能会好一点。但以现在的实际能力来说的话，他防守能力还不如张卫。
还是不如张伟。哎呀，这也是个问题啊，怎么办啊？那个马上要打这个足协杯啊，单败淘汰啊，啊，没什么怎么办啊？我还是回到我今天的这个啊，这个标题：得与失，是与非啊，知道吧？我为什么会起这样的标题？前两天呢，我坐电啊，在一个人家一个写字楼里啊。电梯，现在很多写字楼电梯里面啊，有那个分众传媒的那个电视机广告版在电梯，哎，广告版，我就看到了分众传媒啊，它的广告语啊，什么字？它的广告语两句话，他说：“不以得失论英雄，而以是非论英雄。”不以得失论英雄。啊，是非论英雄。我看了这个广告语以后呢，我就想了很久，我真的很想了很久。我第一个想，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第二个是想，他这句话能够用在我们人生，在我们的人生上面有什么意义没有？那我觉得呢，就作为我们上海球迷来说，我觉得这两句话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嗯，就是说你看香港队啊，就像申花球迷看申花队一样的，就是你要有这个想法，就是说不是说我一年能拿几个冠军来论啊，来证明我是成功的，而是你现在啊正在做的这些事是不是正确，到底哎对，是不是上海你刚刚是不是走了路子高头，是不是踩路子啊，就像申花球迷现在说的，他现在申花总算走到了正确的道路上啊，这个走上正轨啊，这个就是至于你夺不夺冠，我相信大批的申花球迷啊，他也不会去想这个。哦哦，能保个级就行了，谢谢你啊，谢谢你啊，嗯啊。就是说，哎，我跟那个小姐送我一瓶水，我给她打断。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今年联赛打到这个层面，对吧？我们来看上港，那个联赛冠军是肯定没有了，对吧？足协杯下礼拜啊，这道关是比较难过的。嗯，反而说就是过了这个道关，后面不管大连也好。生化也好，生化他反而好弄了，实力上肯定是比鲁能要稍微差一点，对吧？那更不要说亚冠那个对手就更强大了啊，就算过了浦和，迎头会碰上恒大或者鹿角、啊、这两个对手都不好打、啊、都不好，鹿岛也很强，恒大也很强、啊、我前两天我看到我们群里都已经在开始分析西亚的这些球队啊，他们这个有点为时过早了吧？那分析西亚也走了。那我也不阻拦，对不对？就是说也没错，对吧？人要没有点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两样？对吧？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错啊。人要有点梦想，啊，但是呢，要有客观就是客观啊，客观就是客观，对吧？那么问题在于哪里？问题在于就是说，我希望看到的上港队不是说足协杯能够得冠，也不是亚冠能够得冠，这个在我来说都没重不重要，都没什么大关系，重要的是一定要为我们后面的两三年的要形成一个攻击的一个体系，你不能啊打任何球队都是703，这个也不行，真不行，人家不跟你玩，就是要把这把剑要磨出来，三哥。哎，你总要有点攻击力，那盾牌有了，还要有剑。你总要有点攻击力，对吧？你如果就一直是现在的这种攻击状态的话，那我觉得当然今天是不错啊，但我还是要说这句话：今天是因为对手放开了跟你打，对吧？要不然的话，你不可能就像这个。
上半场阿瑙就有两个非常漂亮的传球，一个是进的，还有一个是门杠，打在门杠上，对吧？这种配合打出来，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开心的。这种为什么？哦，上半场这种配合，我觉得真的是，觉得是配合总算看出来了，有点米到出来了，味道出来了。因为为什么？没有走边路，这两次都是在禁区弧顶，然后前面做配合，打到他内部的，就这种配合是一旦打出来是穿透力是很强的，基本上就是杀招了。对，下半场有很多机会是我看到被手面扑出来，但是其实已经这个配合已经成功了，已经打到一个单刀了，已经是面对门将了，就这种配合已经出来了，希望出来了。希望有一点中路的这样的一些球配合啊，对对对啊，更希望看到的是，当对方摆大巴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破秘籍，有更强的穿透力，而不是边路起球，一定要在中路对，一定要在中路增强攻击力。我今天看到一个。好像是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啊，就是40多分钟，我们一连串的这个进攻啊，已经几乎是要破门了啊。然后中间阿瑙托维奇那个奥斯卡，然后加上我们中方的球员连续的攻击，最后扯出空当打门，可惜是被门杠挡了出来，对吧？然后守门员扑出来，就连续的这种进攻套路组合拳，我觉得这个是看得非常过瘾的，虽然没进球。就上半场快结束的，我说的是啊，最后几分钟。至少，啊，以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已经可以认可一个事实，就是阿瑙托维奇他的能力肯定强于埃尔克森，他能打出的球，埃尔克森是打不出来的。那个这个能力肯定差距多了。你不要看那边埃尔克森好像已经是联赛射手榜榜首了，对不对？啊，现在冲到第一了，因为他连续进球啊，好，冲到第一了。啊，对，看来是回到恒大如鱼得水啊。不管这个我们也不去嘲讽他，但是没有嘲讽，这个是很厉害的。问题在于哪里？问题在于以阿瑙托维奇今天场上的这种表现，他的支点作用是埃尔克森没有的。这也就是我之前在埃尔克森没走之前，我还是扎哈维对吧？就是我们一直想看到的，对吧？就是说我在埃尔克森走之前，我一直说就是什么呢？为什么需要一个支点？那现在今天的比赛，它的支点作用就出底线了。就前两场比赛也有对，他能分球，能拿球这个作用要比这个埃尔克森强很多了，对吧？我这里球迷说的对的啊，小熊是吃饼型的前锋，他要给你要饼喂到他嘴上，一定要有人喂一定要有人喂的对对对。但是我们那个阿瑙就不一样，阿瑙他是组织型的球。我们之前呢不缺喂饼的人，但是呢我们在禁区里呢，或者是说整个进攻体系里，也不要说禁区，整个进攻体系里呢缺少一个支点。对，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阿瑙的他这个伤呢肯定没什么事啊，他这个是老伤。三哥，你认为他是抽筋还是有点拉伤？我觉得好像是抽筋的。他就还是那个腿，还是大腿根部的这个地方。我觉得他这个可能什么时候是需要好好看一下，好好养一养，要充电宝给他充一充，好好充一充。就是你觉得是没有大问题是吧？应该不会有大问题。他这个是老伤，你要说没问题嘛，也是瞎说。他肯定是老伤嘛，对不对？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前面一场也是的，这样。对这个左耳，是对左耳吧？武汉的时候，武汉嘛，进球也是这个部位。对，
啊，而且我觉得他的体能是不是还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就是还没有达到100%全场的这个体能。这个呢是他主观上的问题，这不是靠恢复的。有什么是有什么有什么逻辑说是啊体能要恢复到最佳状态，都来了那么久了。对吧，你有些比赛你主观上你拼一下，今天他当然他的是不错的。啊，你不能老是就是说，当然了阿瑙也没有这样啊，至少说我自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看出来阿瑙好像他摆谱耍大牌，搞基代工啊啊啊，这个没有啊，这还是很认真的，对对对，铁路了。我们希望他能够顺利啊，在下周的这个比赛当中能够顺利出战吧，啊，赶紧冲一冲这两天充电宝。下周这个，你因为今天你这么一弄的话，不是你今天这么一弄的话，你下周你就变得什么呢？你就是变得是你是啊，打352好呢，还是4231好呢？对啊，你这个你现在很难去取舍，因为你自己都没判断出哪一个更有效。那能不能三哥像这样，上半场我们还是用532，下半场用4231，这样行不行？根据上半场的变化，逻辑在哪里呢？为什么要这样呢？那如果上半场打不开僵局或者落后了，我们下半场就4231攻出去，放手一步。你如果说下周那场比赛还是35度、36度的天的话，我同意翔哥你这个办法。嗯。就上半场的狗罗，下半场的发发嘎，可以的。因为为什么啊，你这种天气啊，你要全场体能这不太可能。你说拼啊拼啊，拼这跟拼不拼没关系。你看老蔡拼了抽筋了，对不对？抽筋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他其实他在抽筋前的这个十来分钟，他基本上也是已经是无氧运动了，已经是无氧跑了，已经大打折扣了，已经是无氧了啊。啊啊，如果说是下礼拜啊，草帽路飞说是跟天气差不多，对不对？如果凉快点了，那这套就不管用，对吧？如果说是很热很热，哎，今天这套还管用，就是什么呢？上半场呢，派一批啊能跑的，嗯，啊上去啊，就是张卫啊、林创义啊上去，噼里啪啦去跑啊，去带他。啊，等到下半场呢，换两个人啊，换两个人啊，从这个啊这个身体型转化为技术型啊，大致是这个意思啊，大致是这个意思。这个下这个田忌赛马了，哎、啊，对对对对，上半场派两匹快马、啊、冲一冲。你要不然，因为这么热的天，你要求这个所有的球员都是这样满场，因为这如此重要的比赛，对不对？嗯，啊，这个意大利蓝天怎么说？下周25度啊，这个乱说吧，怎么可能那么凉快？不可能。25度，除非不可能，除非台风来。上海的这个8月份，你说25度，不可能，这个不可能，25度太夸张了，还有秋老虎嘞，对吧？嗯，那不可能。那么，还是大家呢，就是我呢，今天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也要考虑到球员的这个辛苦的程度，对吧？对，连续作战。今天的比赛踢完，后面就是一个啊一个休赛期了，长一个月的长假啊，一个月长假了啊，一个月长假。那么很多球队呢啊，包括像上海只有申花队啊，他们呢就可以好好的去啊，第一个好好的休整 啊。他们明天就放掉了是吧？啊，不，我不知道啊，这个我不知道啊，就是说他至少说他可以好好休整，好好去演练一些，但是呢，上岗呢不行，因为什么呢？这个休赛期里面呢，我们还有足协杯和亚冠，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大批的国脚。哦，我们有很多国脚要去国家队报道是吧？对对对对，就是亚冠踢完了又要去国家队。你肯定要去的，你选进去，你这个这次的40人大名单，你这个你选进去了，你肯定要去的。第一次啊，世界杯第一次肯定要去的，嗯。
所以呢，这个上港球员啊，也非常辛苦的，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一个月，人家都休息，啊，60人打零的，对，60人打零的，人家都休息，那我们呢就没办法啊，没办法。啊，申花好像也选进了几个，但是他应该是问题不是太大。朱晨杰吧，他选了一个朱晨杰吧，我记得是。不止吧，曹云定也进。曹云定本来进的、啊、后来名单说搞错了，不是曹云定、啊、是那个仁和的叫曹什么曹静曹什么静啊，仁和的曹永静，这还会不是乌龙了，这还会搞错？你不知道吗？原来是，我不知道，原来他看拼音以为是曹云定，结果是曹永静，乌龙了，乌龙了啊，他们只有一个啊，就是小将朱晨杰。蒋胜龙又没认出。蒋胜龙没有，原来有一个网友的名单说有的，后来正式名单里面没有。六十人大名单，申花只选进一个朱晨杰吗？对对对，啊，彭新立也没有进去。彭新立王永珀也没进去，都没进，嗯。哦。他们还是这个假期对他们来说还是很舒服，就踢完大连他就可以休假了，还要他们还要打一场大连，应该不会放假、嗯、还要打一场大连，所以啊这个呢也没什么好羡慕的啊，嗯，能力越强责任越大，对吧？对对对，这个我还是要给我们的球员要点赞的。嗯，好像选进去最多的是国安啊，国安的人最多，好多国脚、啊。国安、恒大、上港吧，那肯定是这个。啊，上港是比较少的，但是上港大概就4-5个吧。嗯，5-6个吧。嗯，最多的是国安，我看一大串名单，哈哈，国安。嗯。三哥，另外对吧？除了这个下一场对。足协杯这一场，你认为后面我们8月27号看样子浩克要复出的机会也不大，你觉得这场比赛打浦和的话，主场打浦和的话，我们在这个战术上面应该怎么弄啊？因为我们还是缺少浩克这个对日本球队非常有效的这样一个进攻点。打浦和我们的战略目标是打平呢，还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啊，翔哥啊，下次直播说吧，就是打完足协杯以后再讨论，啊、是吧？啊，嗯，好吧，这个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换一口口吃，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足协杯啊，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有些人看不上，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啊，要好好拼一下的这场比赛，啊，联赛前面4连平啊什么的都没所谓啊，都没所谓，啊，这个但是下周呢这场足协杯的比赛呢，大家还是啊，虽然这个啊球迷会啊会员卡不能用啊，要得另外再出钱买，对吧？哦，你说是亚冠是吧？哎，不是足协杯这场的，主场可以用啊，你不知道吗？可以用啊，啊，可以用，我知道。那足协杯这一场是半决赛，包含在这个套票卡里的。如果你有上港的套票卡，就不要再买票了啊，兄弟们，我这里有三万球迷，跟他解释一下，千万不要再去买一张票，就浪费了，对吧？因为你套票卡可以用嘛。如果你没有套票卡，那你只能买张票。是这样情况。嗯。亚冠不能用，亚冠那场要自己买票，足协杯可以用的，嗯，啊，哎，要给大家稍微说一下这个情况。那我还是认为还是，啊，我们还是先关注下周的这场足协杯。对对对对对，哎，先关注，还是把足协杯这场看完，嗯。那今天就少说点，好吧，翔哥，因为明天上班的。
对对对，明天工作日 啊，我们直播也、啊、我这边也已经两个小时了，然后现在也12点过了啊，三哥明天也要上班，我也要明天有事儿，那么基本上就到这里差不多，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解答一下、嗯、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嗯，这边有球迷问浩克什么时候复出啊，这个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还是要看充电宝、这个、啊，不知道，知道也不说啊，还真不知道，这个要、啊、我觉得给普和留个悬念吧，让他们去猜吧、嗯、他到底什么时候上，是吧，对啊，杨思源什么时候康复、这个、这个也不能说，杨思源也不能说啊，杨思源呢倒我倒觉得呢这个啊，反正我认为他应该是杨思源这个说，如果我是不知道，但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说了，那浩克我知道我也不说，哈哈，浩克、这个、你就说浩克不能说，杨思源可以说、啊、你打上岗你事先知道浩克上不上，我告诉你这个你得、啊、得赌台呗，战术上面有变化啊，你这个人到底也5500万了对吧，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啊，这个要保密啊，坚决保密，好吧，大家以后不要问浩克什么时候上啊，这个知道也不说，打死也不说，打死我也不说、啊、打死不说，对的好吧，今天咱他们那个、烟雾弹要浓一点，哎，对对对啊，那今天咱们直播三个也差不多就到这里，好吧，啊今天少说一点，也两个小时了，明天还上班啊，对，然后我们下个礼拜8月20号、啊、到时候再跟大家见面，好吧，我们、啊、下个礼拜啊，大家还是有套票卡的，大家、啊、能去现场还是支持一下这个，因为这个比赛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重要、啊、今年最重要的比赛之一了啊，有套票卡的大家千万带上啊，套票卡带上可以用的，没有套票卡的赶紧去买票啊，再不买的话这个到时候临场买票价又是很贵的，对吧、嗯、好吧，今天我们直播就到这边结束啊，大家三个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啊、好好好，大家拜拜啊，啊，下一场再见，谢谢、啊、下周再见，谢谢，好吗，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看啊，给大家。